但是飘零白荣生，我在老家读过书，上我去过县城，我就想看一眼上海怎么子样，我就是害怕，我怕我死掉了，死掉了什么都没有。金三开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一个人一个名，家里派位早就立好了。是个什么？李良心的话，丈夫徐国是为心死。Japanese are approaching from the north. It's beginning. 风鸟残存，跑不过去吧。刀子心软，愿意死，你把刀给你捡起来。把这把戏的弟兄们，你们有你们，上海还在。我们中国还有希望！啊！不行了！王老师，我们回家了！不要命了！疯狂了！这些孩子，个个都是爹娘生的。你们都不要留他！接受过程。欲知吾妻哀见，主子张大承认。仍宜当军刃，为父报仇，为国尽忠为义，让我子孙后代再不受此屈辱。